起床找身份啦！今天星期六，我大姐现在才几点钟啊？作为一个成年人，睡个懒觉很不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啊，谁穿我衣服的？那不是衣服湿了没衣服穿吗？记着。你看看时间啊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你万事开头要得趁早。被子给我盖上。不盖。我自己盖。不是你自己答应的，你忘了？我忘了。你起不起？不起。不起是吧？那你等我一下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起吗？我都说了是最后一次了，是起呢，还是不起呢？烦死了！这个盆儿好像它，哎，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？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